然后这次活动就是办在四坎头那边，然后广告要吸引人家来的话，就是先办把广告放在法国台北上面那个墙面。哦，对对对，知道。然后吸引大家来的时候，会先看到神奇宝贝打斗的画面。对，就是有很多画面可以转换给他们看。对，之后看完呢，再走过去的话，我们会采类似这种看板。游戏区跟美食区左右方。比如说你美食区你肚子饿了的话，就可以往这边走，那就是引导你到我们的那个主题餐厅。对，然后餐厅旁边的墙面一样会做那个欢迎动作，对，神奇宝贝欢迎你过去吃的动作。然后游戏区的话，我们会跟汤姆熊做合作。对，里面会就是那种机台的话，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玩的皮卡丘打排球啊。对，或者是说人家家庭里面会拿那一种摇杆，就是蓝牙摇杆，就可以在那个投影画面上面做打斗或者是一些游玩的动作。不然就是说投篮球，然后你那个球可以做成宝贝球的样子。对，然后旁边会有那个代币机，对，代币机你投了就可以换类似这种相关图案的代币。对，然后你一样跟汤姆熊一样，就是你赢了得分了，旁边会有那种点券，然后你点券可以到柜台去换说就是我们里面的相关的周边商品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主题的周边商品，或者是1000点还是2000点，你就可以换这个餐厅里面的一样套餐。